们所有大台中的市民们，还有关注我们佛光山慧中寺未来与希望讲座所有的朋友们，非常感谢你一直陪着我们走过这三年。这一年我们即将未来与希望的这个讲座的序幕即将要拉开，那么首先呢，在5月4号我们即将举办我们未来与希望讲座的记者会，这次记者会可接受到很多的关注啊，而且我们邀请到我们在民歌界可以说是经典人物的李健福先生。你我共同成长，还记得龙的传人吗？你们想不想一睹他的风采呢？希望你能够共同参与。除了李健福之外呢，我们还邀请到在相声界可是有女王之称的叶怡君小姐。各位知道吗？她真是非常的厉害，一个人可以扮演好几个角色，而且呢故事精彩。她当天呢绝对有各位所想不到的精彩的秘密要跟各位分享哦，所以邀请大家在5月4号早上10点共同参与我们的这种记者会。如果你真的真的不能到现场，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，在我们佛光山慧中寺 FB 的粉丝页我们即将开播直播哦，所以你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莅临现场，你一定可以跟我们共同参与的。只要你用手点开我们佛光山慧中寺粉丝页的 FB 的直播，你就跟我们同在了，欢迎大家共同成就这样的一件盛事的邀请你哦。